台湾沿海几乎都被消波块、防波堤围绕。海岸建造的公路造成生态栖地隔离。从居住的海岸林到海边试软之路，被台26线道路、水沟与种种人为设施的切割。傲视后向首届传递下一代族群的奏责大任，非得用生死相搏。鱼还吃啊。